但是我还是出于信任，我最后还是相信了他。但我现在，所以我王哥，所以你知道我最后。你知道我最后我都已经，就是如果能听得到我的声音的话，就是心碎掉的声音。哎呦我天哪，真的，我刚才对着镜头就是整个人碎掉。怎么找到宝藏的人还要签协议哈？要签个名吧，授权书。糟了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很难找到一个宝藏。不一定，找到也没用啊，找到也没用。我昨天在想，我要不迪哥我帮你做饭，我去帮你寻，你去找宝藏。我觉得现在找到就是逃脱比找到难，后面演更难了。是的，逃脱好难。你们彼此之间确实演一演还挺难的，我都怕我表情绷不住。一眼能看透我，我就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因为真的排除法都能想到是小天，突然这会儿又排得出来了，知道答案。刚才你可说的是直觉。如果你们以后找到几个东西，就排列组合找共性，那就找不同。开始教我们做人了。没有没有，分享一下经验。老师上课环节。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找不同。真的对不起。没有没有，这游戏就是这样玩，没有对不起，没有对不起。我跟你说，下一期我一定要演得更好。大演特演。我要名牌，我找到我还是这样。OK， 我觉得最难的一关是第一关，解锁太难了。你找那个东西找了好久。对，那些东西怎么指向在家里呢？我找到两个在家里，那其他就应该都在了。嗯，不是，关键是为什么会用什么放大镜去看那个也很难啊？没有，就是你记颜色就行了。不是，他说武艺的最难，感觉因为要先想到用水去那个泡。对对对对。而且初始道具一弄完就没有了。你那个有没有留着想用水泡一下？不是，不知道丢哪去了。你不要了哈，你不要那个玩意儿。哎，他们好像拿了一个画片了。